风水在选择阳宅的基址时，力求坐北朝南，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夏季的暴晒和冬季的寒风。经商地址的选择也同样要考虑避开日晒和寒风，最好的店铺选址应该是坐北朝南，即取南向。作为经商性质使用的店铺，在进行经营活动时，需要把门全部打开。如果店门是朝东西开，在夏季阳光就会从早晨到傍晚通过店门照射到。夏季的阳光是火辣辣的，风水将此视为煞气，这一股煞气对商店的经营活动是不利的。煞气进入店内，受到干扰的是店员、商品、顾客。如果店铺朝北方，冬季来临也是不堪设想。不管是刮东北风还是刮西北风，都会朝着门户大开的店铺里钻。风水也是寒气为一种煞气，寒气过重，对人对经商活动都不利。店铺选择坐北朝南，即取南向，就可避免少受朝东西向和西北方所带来的一切季节性的麻烦和不利，其生意就有可能比前两者要好。如果是迫不得已，商店非要选在朝东西方和西北方的地址不可，就要采取措施来制止住夏冬两季带来的煞气。选择经商地址，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。有人考虑选择一个带有吉祥意义的街名，或者是选择一个认为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门牌号码等，来作为店铺的地址。这样的选择除了能给经商者和顾客在心理上以某种安慰的作用之外，还具有风水学上的意义。从商品营销的角度说，注重商店的外观造型，达到树立商业形象的目的，就必须使这个外观造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，即要注重造就商店外观的特色。通过运用商店外观造型的独特性宣传自己，招引顾客。作为经商活动的店铺，多密集于繁华热闹的街市，拥有众多商店繁华街市，是一个商品经营活动竞争十分激烈的区域。要想在这个竞争区域里取得商品营销活动的成功，首先就要从商店的外观造型上着手。要使商店的外观造型在商家角逐之地独树一帜，从而先声夺人。将商店外观造型设计得有特色，这不仅仅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做法，更重要的还是商品营销的一个谋略。
注重商店外观造型的特点，就如同注意商品包装的特色一样。一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否做到畅销，除了讲求商店的质量可靠和性能的优质性，还要讲求对商品进行具有特色的包装，